我今年75了，啥都不好，就喜欢做菜。翟峰昌75岁，丧偶，吉林公路段退休。退休金3000元，两儿一女，均已成家，家住九台，与大儿子同住，住房面积83平米。我给你整的真香啊！木耳、白菜片，白菜片，嗯呐，炒肉。这锅是啥呀？这锅排骨。这锅排骨，哎呀，看这熟着排骨啊，炖好了。 做好了，这早上现做的呀！啊，做好了。这是我们来特意整的，叔。啊，哎呀，叔，你这太热情了，一天吃午饭了，叔。烦顿饭炖中午了，少吃一顿都不行。好了，好了好了，哎，出牌了。那你平时去饭店吃饭吗？我一个人多咱也不上饭店，这你个人搁家想吃啥你就做点啥。啊，就啥都会做呗，叔。对。那叔，那面是啥的会整吗？面食包饺子、蒸包子、蒸馒头。 大饼，这都会啊，烙个酥饼啥的，烙酥饼，嗯呐，这像他卖那个。这里头豆浆，嗯，这个好了吗？好了，一会儿过出来。真纯呐，这豆浆。嗯呐，这里头还有那个枸杞。你这颜色跟外面卖的就不一样。那这浓度，它没高那些水呀，它卖那个它就为了挣钱多高水。叔，你这豆浆真香啊！闻出来了？闻出来了。 叔，你这吃的上不亏口哈？天天啥都吃，不管啥时候我都烦闷。叔，你这自己一个人生活也不对付，我看哈。不对付，那你到时候他就饿。我胃口好，那天我买的排骨和肉嘛，买差不差买4块钱，400块钱，这是冻的菠菜炒的。这底下都是啊，冻的。都吃的冻。你这个一冰柜的食材哈，嗯，特意又整个冰柜，饺子是自己包的，嗯，冻豆腐，嗯。 吃的不缺，那里好像还有一个猪膀呢。叔，我看你吃饭挺香啊。我吃饭香，8两米大米饭，一顿，还得锥房豆腐。修铁路那种地的，那时候供应量15-15斤。那时候挺辛苦吧，叔？那你累呀，在维修就是那时候，修铁路的时候换枕木、拔高，那时候我寻道那草那可。 可烦人了，你这铁路边上草，铁路边上的草，那草都多高啊，叔？2-3尺高，那我交一锄那线路边上那石打边咔咔的一堆，啊，没活性嘛。干活9点多钟就开始饿，得挺到11点半。啊，翟叔说他年轻时干活有的是劲儿，虽然现在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，但他的身体素质啊依旧杠杠的。这跟他每天坚持锻炼有关系。 这这么麻烦，那有时候这么可以练，整几个呀？也没准儿放那啥，有时候我还这么的练。现在身体挺好的呗？现在还行。翟叔除了每天举哑铃，还天天徒步，就是希望能有个好身体。如今翟叔的老伴因突发心衰走了1年多了，翟叔虽然住在儿子家，但儿子儿媳平时忙，不总回家，他真想找个伴儿安度晚年。 那翟叔想找个啥样的呢？就是有眼缘的，最好他能开点钱。你这房子是你儿子的？嗯呐。那你儿子咋说的呀？就是儿子没咋说，完了你要是看看，你要是相应，完了再研究呗。他女方有房子，愿意叫去也走。那你跟你儿子说过你要找老伴儿的事儿？这说过呀。儿子这头支持啊？他支不支持我说了算，我个人说了算呢。他管不了我，我说也不用那么负担，我个人3000来块钱，愿咋整咋整呗。 了解了翟叔的择偶标准，红娘联系了家住九台、有住房爱跳舞的张云、张姨。张云74岁，丧偶，九台食品厂退休，退休金2400元，一儿两女均已成家，家住九台，住房面积70平米。张姨之前上过节目，在之前的节目里提到张姨最大的爱好是跳舞。张姨说呀，跳舞这个爱好她可永远也割舍不下。 这一小到从小到大就这么喜欢跳舞，现在每天啥时候出去？天天早上就是9点，现在改点的，那些日子是8点半。这不是天都这些日子有点那个冷吗？完了凉了，凉了，对。我记得咱还什么有那个舞团呢，算是啊，有舞蹈队啊。嗯，舞蹈队那是以前了，现在就都是那个自由活动了，自由活动，哎，对，嗯呢。看来张姨还是每天坚持出去练舞。 在上次相亲中，张姨因为不喜欢乡下生活，所以没能和对方牵手成功。那张姨现在想找个啥样的另一半呢？脾气好一点了，有点工资了，在这九台就可以呗。啊，
就是最好是九台的。嗯，对，还是九台的。那你对这个对方有没有这种独立住房有要求吗？他实在没有房嘛，我这房子也那什么啊，也那个就我得自己。了解了张姨的择偶要求，红娘决定安排他和宅叔见上一面，不知俩人能不能互生好感呢？这屋挺宽敞吧？这不挺宽敞吗？你俩站得近一点啊，这么远呢。行，我叫张云、我食品厂九台食品厂退休的、食品厂啊，有一个那个横竖仙你认识吗？横啊，认识啊，横竖仙是我们单位的转的挺啊，对对对、那这一打听还碰上老熟人了，算是啊，多多少少你俩还挺有缘分呢。是不是啊？爷爷都咋不说话了呢？啊？咋的，爷？不是，哎呀妈呀，不想说，让你们失望了，你说。咋的？哎呀，这玩意儿感觉吧，就是，那就得说感觉，就是那啥了，不用细说了。那演员差点儿。有点小，那没有感觉，你说在一起过日子，你说说，那玩意好像是成天那个，在一个屋里吃饭，一个床睡觉的，那玩意也是，心里头也不咋得劲儿。啊、哦，哎，那唱个头，那就不行，就拉倒呗。这也不是，这都这个岁数了，也不影响下一代。说实在的，嗯、那还。你也不告照我高多少，你也不告照我高多少，站起来我也不比他奶，站起来我也不比他奶。那叔，那你站起来，我看看，咦，你这站起来啊？你看比他奶吗？站起来，你站起来比他奶吗？你看看，比他奶吗？比他奶吗？我看看啊，奶点儿、啊，好像是奶点儿，确实是少，差一点儿，差一点儿、那都多老啊？我是原来是1.6米，我说那岁数大背不住还多少的什么呀？你也就1.57米，这1.57米。没事儿，哎呀妈，你这个岁数，说实在的。那也不是说年轻的时候是，那是我老伴儿比我还高呢，我老伴儿比我还高呢。看看叫他看看，他能有我老伴高吗？我不在意，那都无所谓的事。多大岁了还有那么些挑？但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择偶要求。嗯呐、啊，说实在的，我就身体好。但是姨这头，他这头就不愿讲究，是不姨？爷爷头这爷爷头整没声了，整灭火了，我这把人实惠，有啥说啥，真的。零一接触吧，反正就像那哎，就像没什么。没啥事，没啥说的，我跟你说，你们跟我处长，我这人最实在。他一劲儿，他那意思好像是那这个岁数了，那你这还挑个挑啥的，那意思那别整十全十美了。完我就不好意思说了嘛。那你这头最终的想法是啥样？我想法还是不行。那你瞅瞅吧，我寻思也就得等到这么多年了，我说怎么也得让这心里头有点敞亮啊，是不是？不处了吧。那不处就拉倒、我都没法说。好朋友吧，为儿子活，为孙子活，都为他们活。哎，我说我谁都能对得起，就对不起我自己。哎呀姨，四楼太高了。这四楼还行，哈哈，刘冬梅刘姨，哎呀妈呀！刘冬梅74岁，丧偶，九台煤矿退休，退休金2600元，两个儿子均已成家，家住九台，住房面积62平米。你这个头型是一直就这个头型啊？这是那个我们同学他的媳妇儿啊，烫头的。完，他说我给你整整头发吧。那天去啊，这是新做的头型。他给我盘的，原因因为我梳，
长发啊，原来是长发，长发完戴小帽啊，那种。那一直是烫头呗？对，一直烫头。也那有没有说你那个不像七十四？很多人呢，80%以上吧。啊，嗯，都说我，说哎呀妈呀，那个真不像。坐公交人家比我小的人都让座，瞅那老太太一个个堆水的，瞅我这么精神，没人给让座。妈，这都是你的照片啊？嗯，都是我的照片，都是同事给你拍的。对，没事就是玩儿啊，就是玩儿。心态挺好啊，姨。嗯，那心态还行啊，心态挺年轻的，是不？对对对。啊，你说我对象死多少年？40多年了，我都给长啥样都给忘了。啊，去世这么久了？嗯，那啥，我俩都32，工伤没的。那其实内心也挺强大的，姨哈。是，嗯，头2-3年走不出来的时候，好像有点，挺悲伤的。谁别跟我说话，说话眼泪噼里啪啦就一面哭。完了以后走出来之后，就是我就觉得我好像做一个快乐的单身汉嘛。你觉得你自己是个女汉子？那可不，大事小情啥事都得我领着孩子过吧。大孩子10岁，小崽才7岁。那前儿啊，那姨，那你挺刚强啊。这我孙子，你现在是跟孙子在一起住？对对对，因为啥呢？那前儿好像是50岁那年吧，我家二儿子跟他对象离婚了，离婚这个孩子就这个孙子才8个月吧，完了就放我这儿了，20多年了呗。孙子8个月就是你抚养的？对呀、啊，完了。多大？现在23了呗。23，上班没？上班呢，他父亲也得管。嗯，我得管点儿。我现在也没啥管的了，因为啥呢？我给他房子了，换个房，换一个，就是那个电梯房子。完了就一下到位了，就是我死了就给他了。那我这种我走了都给他了吗？嗯。刘姨说，她的房子将来是要留给孙子的。回顾她这一生，刘姨唯一愧对的只有自己。老伴走了之后，属于为儿子，是为儿子转，嗯，完了为孙子，为孙子转，嗯，为儿子活，为孙子活，都为他们活。哎，我说我谁都能对得起，就对不起我自己。我看，我说我也得走一步了，我也不能搁这块老守着了，我这青春都献给他们，我得为我自己活一把了。如今刘姨的岁数一天比一天大了，她这身边呀始终没个伴是真不行啊。可比说对方他要是同意，你讲话了，就是上我们这住了，或是我上那儿住去，完了离家近的话我还可以回来，给他就做做饭，就洗洗衣服就拉倒了，也没啥太干啥管的。岁数就是跟我俩，比我小1-2岁的，或是大1岁2岁的可以，最好男的会做。我也尝尝男人做的饭好不好吃。了解了刘姨的择偶标准，红娘决定安排她和翟叔见上一面。而此时已过了午饭点，翟叔这是在厨房忙活啥呢？烙酥饼啊。马上行了。原来翟叔在家做酥饼呢，等不及的翟叔也给红娘打来了电话。喂，叔啊。到哪了天天？哎呀妈，到你快到你家楼下了，已经到家楼下了，着急了叔。你就在我旁边。好了，烙手饼，等姨尝尝你的手艺。行，好嘞啊，主厨艺好。面食啥都会捅过。你不就想找个会做饭的吗？是不是？翟叔会做饭这一点已经在刘姨心里加了一分，不知道两人见面后会不会牵手成功呢？叔啊，哎，哎呀，我们都进来了，叔啊，听着，门了。哦。哎呀，烙的酥饼。你看这桌子摆上了。演员咋样？就是说挺满意的。演员咋样？演员还行。啊，嗯。爷，你过来看看，这家似的，整上了，还不嫌费事呢。刚烙上完我就闭火了。妈，糊了。那火不着了呢吗？着呢吗？哎呀，着一火烙糊了。着了呢，那不是糊了吗？我还先闭呗。我也不说，他不知道，还搁那个放着。就是咱们一来手忙脚乱的呢。你这是没整完呢？我给你赶完了。我帮你俩赶呢。帮我赶也行。还能帮干活。这说干就干吧。我还没给你俩介绍呢，我就开始给人忙活上了。我姓翟名贵。
75岁。一叫那个刘冬梅。啊。啊，姓刘。姓刘。我毛岁74。你七十四。嗯。是不像属啊。还行。我属牛的。嗯。属人属鼠的哈。啊，对。属鼠和属牛最合。他就说这属鼠和那个属牛的，就是挺合的。嗯呐，那就是很愿意呗。啥呀？这包的都漏糖了，你看着没你好有的，瞅瞅。哇，你今天有点发挥失常啊！男的做啥的不细心，但是他会唠这个，会做，嗯，是不是也挺好？是，假如说是说我要有个天灾病业了，他都不会做，你这不是干着急？是不是？因为他会做饭了，你给你下点汤啊，或什么面了、水了的啊。啊，汤他都会做，是都挺好的嘛。都烙糊了，你不得糊就糊吃呗。有烙完的，要不你让姨尝尝你这个手艺。你吃一个，烫吧？不烫，不烫啊。嗯，熟不熟我也不知啥呀。照你趁热吃嘛。趁热吃，给个评价咋样？你甜不甜？挺好，嗯，挺好啊。也没整好。挺甜的，就是挺甜的，那就是好杏儿。挺甜的，嗯，心里甜不甜？甜。我还寻思嘛，叫你上这儿吃了。您吃不吃点了？不想吃了，不吃了。岁数大人吃太多不行。我吃了，我吃完饭了，我再吃多了不行。你去吃去吧。我吃，我吃两口，吃两口。嗯，那姨你也可以坐旁边呢。哥，你坐这儿吧。啊，这样你可以边那啥，边吃边跟那个。嗯，边吃边唠。唠是唠啊，你别像烙饼是烙糊了就行。有时候什么玩意儿，有时候没翻，我就吃一口，吃一口，不当事儿。嗯，熟也不装假，嗯，该吃就吃。你这是中午饭是晚饭呢，整二不看。那没事，大伙还得吃。就这样，两人决定坐下来边吃边唠。可落座后，翟叔这头啊，真是专心吃饭呢。咦，你不尝上了？不尝。啊。叔，你别光顾吃啊，你跟姨唠唠嗑啊。怎么唠呢？那个，你让他先吃吧，那嘴忙着呢。该说话说话没事，啥说没有。你也是一个人，你也是一个人。那我不一个人，我找老头干啥？我也不是搞婚外恋的。不是，有那个。哎呦，多大面积啊，嫂子？62，没你这大。他是真能吃，看那样是吧？也不宰食啊。那个吃的也挺香。呵呵，饿了。阿姨里头有什么想法啥的？我不怕那事儿。你就不会觉得什么挺不尊重的什么的？那都没事，他愿意吃去呗。你这个房子，是你的名啊？是你？不是，我儿子。我儿子买的，你找老伴了？你这房子，那你儿子再要过去呢？不是，反正要是居住行，嗯，完了我再跟儿子儿媳妇都问问，搁这住行不行？如果跟姨真成了的话，姨要是想住这儿，你得问一下你儿子儿媳妇的意见，是吧？啊，对。啊，那你觉得你儿子儿媳妇能同意未来老伴住这儿吗？能差不多。就是说允许咱们在这住，你别往出撵就行。嗯。那能把我父亲往身能行。那个咱就是假设啊，假设你儿子儿媳妇要不同意为了老伴儿跟他们一起住，嗯，那你这头是咋想的？我这咋想的，一个是上他那是最好，就省事儿嘛。嗯，然后要不你这就得租房得多花钱嘛，不是。上我那头住也不能总在那块儿住啊，那我孙子买完楼了，你讲话了，人家找对象结婚了，我还能跟人待一块多，还领了，再家领个老头，是不是？姨这头他那房子是给孙子准备的，啊，就是如果要是住，也就是暂时住，嗯呐，知道吧？那行，就得住到那个他孙子结婚之前。嗯，我看看我儿子，我最好是搁家。啊。实际我不愿意走。我这嘎出门方便，我还愿意搁这嘎住。你还愿意在这块住是吧？嗯啊，你也希望未来老伴儿跟你一起在这住，啊，是不是啊？你就问问他，
跟他儿子研究研究，完了同不同意，是不是、啊？就瞅着眼缘啥都还行，就差这个住哪儿这个。嗯。目前看来，两个人对彼此的眼缘啥的都挺好的。嗯。是不是啊？总行不行？相不相中我？相中了，相中了。目前就差在这将来在哪儿住这个问题，是吧？是。嗯、房子事儿呢，完了跟儿子完了研究研究，相个对象。完了，看看，看你们两口子同不同意搁咱们家这住，啊，就这么个事儿。我跟你说一声。多大岁？比我小一岁。哪儿的呀？阜兴的。行，没事儿。没事儿啊。我就是问问你，完了看看对。没事，最起码得有个伴儿。嗯。我能接电话吗？你接一下行，你说吧。啊，喂，哥你好。哎，你好啊，我们是那个极致生活频道原来不晚的，然后叔报名咱们节目了嘛，寻思找个伴儿，介绍一个爷，姨就在旁边呢。我那个那啥，也就没事，无所谓，嗯，只要你俩就是说能那啥就行。嗯，这老头岁数大了，对，互相的互相照顾，对对对对，嗯，姨身体可好了，我这一个牙都没掉。行，那没事，我这没啥说的，嗯，我听我爸的。嗯，行，嗯呢，嗯，那你忙吧，嗯。听说话挺坎快的，反正，就挺明事理的感觉。是是是，先处处。那俩人好好相处吧，哈。行，嗯，就期待你俩的好消息了。